公司刷四，朱晨肯定刷四，应该是公司刷四，朱晨刷四，现在稳定刷四。哦，他刷四了，就 ADC 没闪都不来抓吗？哦，火箭，火多哥，飞，我操，朱晨的怪叫朱晨，冻住啊，一炮！我操，朱晨，你妈不是公司刷四，春哥。他是刷四三档的路上，和路上，刚刚过来的，对，正好看到了，然后过去了。感觉小伟有点上头了，这一下跳上去，韩国打野有点难打。宁宁子一个人扛露露，我操！你们打了呀？这是诸神的魅力，诸神还魂。有点难受，这下有点难受了，这个水龙魂有点难受了。我操，兜哥他妈是不是吸血吃了个石头人啊？兜哥，好像兜哥把石头人吃掉了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。啊！等于螳螂双翻闪现一个解说进到了，没闪的。封闭 A 枪死了，好像是能打死的，再来一枪。猪猪呢？收个 Go 死的，好像有点无语。猪猪刷野去了。Harry 这个位置，彤彤撞到塔里了。Harry 如果还手被塔打一下出事。好像出事了。猪猪开大死了呀。Harry 孤立无援，就打一手。过程。哎呀，刚夸你哦，那别走了，你就别走了。我操，上当了！妈的，原神是不是 Q 小林了？他这下，他那个火球术出去怎么没掉血啊？好多个，原神死了呀！追人啊！这个喷火，好、哦，收支了。林子，能打的，林子能打的。我操，你忘了战斗力，杀猪一样。哦，不对，杀猪杀他一样。林林子害怕。追着咬，但是这边林林子，林宝，凯少，林宝懂的，死不了的吧？一个人要一个九筒怎么弄的死？九筒好像要深追他，这深追他好像要上当啊！追个猪没意思啊！好像九筒出去猪，他自己玩出事了，九筒，什么意思？这么狠啊？什么意思？这么狠啊 ？Shut down， 太狠了！闪现，两个闪现杀个人肯定是赚的吧？猪妹主要有闪电胶。我操！正面开炮，猪头一个大招，果然小空大，小空大还要打团吗？落上当了，这上大当真啊！他开了个大，跟他一起。风水流失，罪名盯到猪头，一个青灰夜灵盯两个人，佛豆哥，佛豆哥走不了了，好像是个肇事逃逸，好像是个肇事逃逸，享受就很经典的肇事逃逸大火收汁 ，OK， 火球术没打死啊、，OK， 果然死两个，上去开团空了个大，但是九点七分，现在。九点八分变九点七了是吧？九点七分再这样子，怎么那么冲的味道啊，兄哥？就一定是这啊！突然，亚飞，亚飞，突然有立功！我操！再次回到十分，又十分，再次十分，又十分了。LP 等出来 LP， 你他妈的你这样搞，你他妈他妈走到猪头脸上，不是他真把猪头当人机吗？我操，无敌了，林王！林林子平城，这波雨开大招，安迪过来吧，林林子往长风弄了。原神启动了，原神，那原神要被秒的呀！鳄鱼的脸上，金身等死，再一抬。彤彤，彤彤有点肉，彤彤，但是彤彤一不走。喜欢看啊，喜欢看啊，比较。第二的死了，喜欢看啊，这不卖原神啊。我操，又是个血脉，那就是十二分，好像这把要输嘞。啊，也不至于。送大了这一下 ，LP 大失误。想动他？有人有 T 吗？没有 TB 怎么弄啊？敌人打不过呀、啊。你打得过吗？你看到了。你打得过吗？你在装什么啊，杰斯啊！好，助他，不会吧？这么老阴兵吧，冰来了。收收尾吧，收尾吧，收收尾吧。你有九幺成功你也不行、啊。他到底把半天冰来了，没有孤立无援了，我操！收收尾。这边 Sword Art 做事业，我操，当自己是 ON 了，但是你是 CD 还，虽然说。水银姐也死了，哎，还要来螳螂 W 闪一个 AQ 露露，再 A 再 Q， 哎，多个，哦这佛多个，那个大大招，没中，中了能救下来，挂个减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，那你别走了露露，你妈这样搞，露露自杀去了呀，好像能跑，好像露露从上面拐走了呀，露露跑快，还能跑，最气的，哎你得来追嘛追嘛追追追追追追追。滑着走，全是享受。你
灵王，我跟你们说，灵王他这个猪头，他就是大招放的有问题。我公道点说，就中立点说，他其他的其实玩的，对吧？还是有点节奏的，但他大招真是放的有问题。他把大招这个强化一下就好了。不是，其实说实话，我操，关医生啊，那么炸，炸的你妈有问题吧？他是那个ER闪什么？他这个是ER闪高难度的，知道吧？就E空中的时候放啊，然后再闪。没炸好。对ER闪操作难度有点高。都炸了呀！这边转盘炸了呀！元神好像被秒了，元神临时之间放了个喷火，哎，元神好像还能走，一个喷火加一个盾走了。灵王跟唐猪妹打的不可开交。我操，元神不能躲一炮。干嘛呀？就跟这个螳螂这个愣玩。元神有踢吗？元神能踢过来？元神有踢了。我操，小伟的凤凰苍鹰，灵王生气了，急了。小伟开大招隐身，急了，被刷惨了，被刷惨了，急了，急急急急急。走，猪妹的侧面螳螂，我要把自己技能全玩光了。滚，乖乖，直接 rush， 好是好指挥，不知道，安吉不知道，没想到，完全猜不到这样，完全没猜到。安吉没想到 UP 敢打大龙，我操，天宫指挥，鬼鬼，这又是出来的 IG 指挥吗？启动，这是死我的阿克指挥，打的还挺快的，有一说一啊，他这个杰斯加那个打的蛮快的。拿到大龙推几个塔的话，有机会了耶，拿到大龙，我操，有这么急吗？开个皇冠就冲，我打死了，来，没进化的。但是 LP 这波，但是没中，因为这个现眼导致洛开个加速，然后加 TP 去留，但这一下没搞明白，我操，没留住，可惜了，大招这样有机会的，没进化的，我操，清，哎，清月你没中，这边 LP 玩的有点跳啊 ，LP 没有干锅的，你在鳄鱼面前这么装，绿毛上去被晕了，哦，这个 Harry 上去被晕了 ，Harry 好，安利空大了。哎，炸得好呀！我操，逼子！他在旁边折磨灵王，突然给了鳄鱼一击，他左右开弓。哎，灵王在这旁边送，他跟别人玩起来了。不是，怎么又是这两个人弄灵王呀？讲道理是导破，不许切，不许看。上是比亚特一个人把灵王整死了。哎，游龙，宛若惊鸿，这也能叫游龙吗？比亚特跟灵王在稳杀灵王，同时拖了个大招把鳄鱼也杀了，是最恐怖的。厉害的就是左右开弓呀。他等于是单杀了猪头嘛，他就是单杀猪头，对，单杀猪头，然后正面还立功，好无语啊！皮哈特，他到底想干嘛？真你妈有点像痴汉了，皮哈特。他好像越菜是有人说的，他是我们以前钦点的呀，兄弟。破解，破解死了。稳。安妮这个地方有个赖的地方，安妮出了冰爪的，他那个火盾给六套，很变态，这东西很恶。不是，哎，云梦要是自定义那天大招无敌了呀，就是那个稻草人被关了呀，是吧？连不了天克，不是每次快打小龙的时候先放个大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呀，我们不要了。螳螂有套子的呀，螳螂。哎，炸了，是不要他，终于有大四个，乖乖，轻微眼睛，罪名了，但是罪名定完了，全死了。这是个超级酒桶，变大酒桶。那就肇事逃逸，还是这位九点七分，这打我打分九点七分，好吧，还是这位，这把绝对九点七分的。够正 ，Harry 一个吧，是吧 ？Harry 一个 ，Harry 是吧？鳄鱼被对 MVP 了 ，Harry 一个，那不带你走了 ，Harry。太臭了，真的太……我灵王他自己能打出点优势，但他打出了优势之后。后续的表现很丑陋，你知道吗？